那我现在呢也要示范一道营养均衡，就是完全是我们需要的蛋白质一份，淀粉一份，然后这个油脂一份，然后也是冬天养生非常好的，我们就冬天要养肾，对，养肾，黑色入肾，然后我们用了黑豆蛋白质嘛哈，然后用黑糯米啊，然后黑芝麻钙很高，也是很好的油脂，然后呢我们用了这个刚刚讲说素肉，对，黑木耳，膳食纤维又多，然后呢它的那种叫胶胶胶质多，然后我们加一点黑糖，所以早上我觉得当一个早餐，或者晚上当一份晚餐哦，我觉得都蛮适合，但是不要八点吃了哈，越早吃越好，越早吃越好。那好处呢，我喜欢早上吃，因为早上真的没有时间细嚼慢咽，所以我喜欢有一个工具，然后我再慢慢的细嚼慢咽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黑豆放下去，然后黑糯米，这非常好喝啊，这个是我叫它黑五宝，这是荣总的王辉明医师，他自己早上喜欢喝这么一杯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好，我就把它的分量调一调，然后分享给大家，而且应该会很有饱足感哦。哦，口味又非常好哦。我们现在加入1000cc 的热水，好，我这个也是分享我们的同好，大家一起。跟以里的一样，也是飘香嘞。哇，香哦，好香！你打开好香哦，你那么远都闻到哈。对，这里都闻到了，厉害，好厉害，好香哦！那一打开，早上喝这么一杯，暖暖的，热乎乎的，对，很适合冬天，很适合冬天哈，秋冬好闻到哦，好香好香哈，对，哎，颜色也很漂亮，虽然是黑五宝，可是有点深紫色。